哇，它看得太解压了，这么片巧克力切片的，对吧？我先吃一块冰山熔岩，就是熔岩的。好像这才是熔岩，刚刚是那块冰山，熔的后稍微有点化开了，太好吃了。我觉得它是巧克力，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腻，这是巧克力的甜点。巧克力慕斯，巧克力蛋挞，小苹果。我不知道它是巧克力了，边是巧克力边是那个，配上这个真好营养。这个是半熟芝士，经常吃着更吃了。这太夸张了，今天感觉腻到了，这杯叫什么摩卡可可，瞬间清新的，真的太甜了，你先试一个吧。看到什么每口都是满满幸福感，苦浓苦浓的，不是甜，我再吃一块，嘴巴黑黑的，来一个蛋蛋蛋挞，这听上去好吃，这是真的巧克力甜筒，这里这一块呢，哇，我就只吃了半个吧，等吃一个可以吃完。好扎手，好苦啊，哇，这下
接近80%黑巧了。对对，很多巧，太酷了！我把这半个先吃掉，我就只吃半个吧，连吃一整个可能也吃完，就只吃半个吧。好，真香！真香！这半个很多吃，还有蛋挞，你记得我去包巧克力，平时搞不模式。不要是我太爱吃巧克力了，我有点不腻了。现在我一直差不久天，怎么烧这个感觉上天，比刚才那个还甜，真的。现在都是朝天，哇，这个菜里把我烧着了，嗯，我就刚刚吃完了，刚才就甜。漂亮，给，有这个朋友吃，啊，万一我巧克力很厉害，吃巧克力厉害，直播了是吗？没想到。